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，我是翠翠。今天我们来干嘛呢？单挑。单挑。那今天单挑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用的角色都是我们的自己最烂的角色。对，那你最烂是谁？我最烂就莫拉。他最烂是莫拉，烂到出名。那我最烂的是谁？超人跟夸克。对，我最烂的不是夸克，是超人，超不会壁咚人家的啦，人家都是把人家咚到一个哇，整个流鼻血。不要。我呢，直接空大，直接破开大招，然后推空气。对，推空气，然后让空气去咚墙壁。对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选择我们最烂的角色。我是超人嘛，我是莫拉。莫拉，莫拉好像很克超人哎。因为他二技能会缓速，然后大招又会在那边晕眩，我会直接断了我的腿真的哎。对啊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这场讲话会有点鼻音，因为我现在有点过敏。等一下，超人要戴什么奥义啊？等一下，超人要戴什么奥义？这个应该没办法戴奥义吧？可以，可以戴奥义，不能戴魔纹。哦哦，对对对对对。装备的话随便啦。等一下。好，确定来了哦。为什么要带亲戚？一定啊，不然你那个一技能直接断我腿，我怎么玩游戏啊？可是那个是理想状态，是我弄得到你啊，基本上是弄不到吧。莫拉很好弄，好不好？你别骗我了。你要想想看是谁玩的莫拉。你那个叫闭着眼睛都能弄到我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。哎，你看，你骗我。好棒哦！我会玩莫拉了。是在 Hello， 你撞什么啦？哈，是在 Hello， 走开啊！为什么你两等呢？因为我帅啊！不要啦！撞歪了，撞得好！我可以吃补包吗？不行，吃补包我就走。过来！不可以吃补包，你不可以吃补包。莫拉的精髓在哪里？出其不意。错，是拿技能去无敌挡伤害。这样吗？拜拜。对。结果你已经打完我了。对，你还不无敌。哦，耍大招嘛，我也会。你有大招？有啊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看别人超人都很帅，开大就是一直推，一直推，然后我是推一下之后，然后跟你讲拜拜。我跟你讲拜拜，为什么？好好笑哦。为什么我的莫拉跟大家的莫拉有点长得不太一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还不走呢？你挡到了，无敌我好厉害！你刚刚往补包那边走，我觉得有点那个。我刚刚有克制自己不要去吃补包。我流鼻涕了，等我一下。流完了。还有这样，那就醒完吧。你要不要出来？我在回补啦，回补哦，因为我不想出来。我觉得超人怎么办啊？我要急到满气有点久然后好不容易急到的时候，你会一技能过来动我的腿，我动你，对，就像这样闪招，他们精髓就在这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断腿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是不是爆屁？我没有爆屁啊。真的吗？我会玩了，我会玩了，不小心啊！你吃到补包。不小心，你完蛋了吗？你，我大招已经跌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教你莫拉有没有？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叠人的话，你去叠小那个小兵。我旁边刚刚只有墙壁啊，没有小兵啊。就是要想办法去叠到小兵啊，然后你没有大招，大招后在冷却的时候，你就要逃，一直用技能躲招。咚，拜拜！咚，没有咚到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我不要吃补包，我不能吃补包，你走开哦，拜拜！我超人怎么办？我的莫拉怎么跟大家玩的感觉不太一样？好像要拆掉了。这样，我出了一个很神秘的装备。我刚刚不是有那个？等一下哦，你不要跑！我在跌，给我跌，张红佑，
不好，早知道你就早点把我杀死好了，在那边让我垂死挣扎。我出了一个很神秘的装备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冲日战斧，就是超人不是会普攻推人家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你还我干嘛？我还你啊，这样你就会被我留住啊。哎，不对，我干嘛还你啊？对啊，你干嘛还我、啊？你会等一下，不对哦。我干嘛要被还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还你。好，当我没说。哎，就像这样，你躲了好多技能。哎，不要啦！喂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有人快要跌到了。等一下，等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你不要啦！就莫要起飞了。哎、欸，好开心哦、喔！不能这样子啊！跟大家说，现在登录十天有免费英雄五选一，有莫拉可以选。哎、欸，有莫拉哦、喔！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这样子！等，我们都还没有说输了要干嘛哎、欸？我不推了嘛？好嘛？好啊，你这样好啊，好啊！呀，我出到魔防装备了啦！我技能还没好，快！哎，我会玩超人了，我会玩超人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吃，你差点吃两次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讲说我会玩超人了，然后我要去推兵，然后就没推到。看来我还是不会啊。这边有没有超人大神的、啊？我记得超人现在玩的人真的也不多啊。这边有没有莫拉大神？你看我还出魔防，到底在干嘛、啊？哎，我咚，哎呦，被躲到。等一下，修蛋姐，要哦，可以哦，有没有六？我知道了，我要出一个很神秘的装备。你不用出，你输了。没有，你要给我出。跟你讲，不要，这个装备够神秘，神秘到你会觉得很。可是我觉得下一波我死，没有，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，我保证，好不好？可是现在就算我赢了，现在就已经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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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让你两次珠宝了耶。没有，我出，没有。没有这回事啦！没有这回事啦！没有这回事啦！还叫闪现之光啦、哦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哦，等一下哦，你完蛋了！我怎么回事、欸？我会闪的，我又不是智障。等一下哦，修蛋子嘞！你完蛋了，你没大招了嘛？回去了嘛？你在哪里？我推你的塔！不要！哎、欸。我发呀！我会玩莫拉了，我会玩莫拉了。哎、欸，拜拜，这次真的要拜拜了。有缘再相见。我已经让你待三次了。有缘再有缘再相见，拜拜。所以，这次莫拉还是比佑哥的超人好一分。一分吗？你不觉得超人本来就被莫拉克吗？而且，其实我的备战有出冰炮、欸，我想说谎爆你。谎报我好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出。我觉得应该要早点出那种穿透，穿透。对啊，可是你不是直接破防，为什么要出穿透？那个啊，天虫啊。为什么？二技能破防哦，也是可以。我刚刚完蛋了，我真的好久没玩莫拉，我都忘记哎，就是我刚刚一直跑去踩你二技能边缘，让你破防。对啊，我想说，我应该要在你圈圈里面绕来绕去才对。我只你就看到我都想跑。对啊，为什么这样？我经济比你多1200，代表我真的不会玩超人。好啦，那这场就是最烂的超人跟最烂的莫拉。你们最烂的角色是谁？欢迎留言在底下。那也不要忘记帮影片点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还有追随订阅我们家人们的 IG 和 YouTube 频道。我是佑哥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。我是翠翠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来，有缘再相见。